个虔诚的愿望。来来来，说说说。新年愿望就是不要挂科，身体健康。啊，好，保密。祝在祖国的亲戚朋友还有家人们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好，祝所有龙年的属龙的人身体健康，快快乐乐，开心过每天。祝每个属龙的人新年快乐。什么是属龙呢？因为我们都是属龙的。那个新年快乐，然后中国万岁。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哦！感谢党和政府。感谢党，感谢政府，让我有出国留学的机会。感谢什么？对对对对，然后非常感谢在英国遇到大家，然后不要挂科啊，顺利 hold 住考试。然后第十个马上就那个了。哎，对对对，短期嘛，分短期和长期。短期愿望是脸上的痘都没了，长期愿望是脸越来越小。啊，就压根儿没提考试的事儿。对，不跟考跟考试没有关系，就是要脸。哦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健康平安，快乐幸福，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。好，好，好，大家龙年都，大家龙年威武，首先不挂科，然后下学期好好玩。啊，然后我还没有，我还没有。那就是这个新年，就是龙年嘛，本命年，然后大家都快快乐乐的，然后绝对不会挂科，中国人威武，他妈在八字中国人牛逼啊！全部都牛逼。祝所有属龙的人都找到七龙珠，然后实现让神龙附体，让神龙给我们愿望。耶！上春晚了。